啦，好不好？感谢你。你那多是没人敢佛跳墙，我唔敢佛，因为我那天那个佛全部抢了了。佛跳墙啥物啊？是啊。我人过啊百时，我两届做一届，因为我无够啊，人家涨也无够，今也无够吼。我马上啊，搁叫走。后礼拜，后礼拜搁一礼拜啊。后礼拜我会来啊，吼。来，你们食白带无？唔免一千八百，爱食新价钱的三百。来三百啊！白带三百，啥物食白带？有人要食白带？三百，要搁一个。两个。白带还有人要吃的吗？三百。来，姐，帮我考姐，细节细节啦。你那个紫色的那个嘛，姐，紫色的裙子。那个美女要注意些哦，美女要注意些。我了解。来，林某，你帮我给紫色的裙子穿上来。来，给三个啊。你三包几个？我三个。啊，这包落来了，包起来了。青菜啊，来啊，你先给钱啊。啊，这包落来，三包。三个啊。三个。一个人给三包是吧？哎，再来啊。三包我一千多。沙发好啊，够要白带无？沙发。哎，沙包。来，沙包。够有三个，要慢慢哦。够要来无？沙发。来，沙发好，请我来。沙发要贵一点，要大，要贵一点。感谢你啊，大。你帮我叫我一下啦。哎，美女，谢谢你啊，新年快乐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你。来一千的。谢谢你啊，来。来七百，谢谢。那个第一个咩色？哎，这个。好色啊。这个绿色，这个绿小姐啊，我知啊，这个我是跟你，我是跟你讲，第一条买是啥啦？啊，这够我哩，你敢吃了？这够你吃了无？我再来送八号楼啦，感谢你的支持啦，剩下这里不要留了，八号楼，喜欢的我再推出三号楼。啊，是啊，不要先我忙的。我是跟你请教你，有哪么白虾无？八百五，我带一定卖一箱啊，吼，这是第二箱啊，后壁无啊，我前方过年炸两箱吼，来，我来讲，你捌看我只大袋无？阿嬷伊个买大几袋，买一个一两块，当用真个腰是好食。阿嬷伊猪头盖个买，你买一个，买一个部位是好食，包括伊个手机，爱食阿嬷，你家一千八百，五百了，来五百，五百块送你只，来，我来讲，这袋搁送你，这袋搁请你，这袋搁你新价钱，我这袋搁你无少代价，这袋搁来，真欢喜，真好送五百了，五百啊，五百块真欢喜啊。来看看，你来看，来五百，搁一个上面没有了，几个？这地块啦，这地块哩，这地块哩，这一地卖你银价，搁银价一个收了，免考虑啦。几个？来五百了。五百。是啊，你唔好收我无啊？没有了。大地即马当场拢上大地啦，过年到啊，吼，食好个。搁一个哦，搁来要保利龙个。哎，保利龙哦。有来要保利龙哦。过啊，四个。来，先生，来收钱哎。保利龙过去，最后一个沙发结束啊无？加好啊！三百块。来加，谢谢。保育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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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给我狗头了，一张票是吗？一张票是吗？他这边在上。来加，给给。我爸，我爸到你啊。美女，你别回机啊！一千块就好了，我拢不好给东西。那你把钱清了，好不好？来一千。什么米啊？来喽，对对，大人姐。还是新手机，飞机票那么贵，我那不能收啊！飞机单我赔两千，有啊，好啦，谢谢，来，你莫收，来。飞单带你去了吗？不要强先来，好啦，不要强，我先杀你啊！不要强来啊！鸡腿我先来赔钱，你也去摸啦，鸡腿下家先摸我啦，几千块我摸一下，你先摸几多块啊？一个单带去，七千上你帮啊！幫來我来讲麻烦一下，七千你做一摆，啊，七千要借五百，我了五百块。我即马只发佛来钱哦，我即马只发鸡腿哦，佛来人到来就，来到来卖退啊，哎卖退啊，不要退，哎钱进来就不要退了啦。啊，这你佛来人是卖只新只鸡腿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啊你讲可以，谢谢，感谢恁的记载，谢谢。我本来我不是用记载，这正常，这无啥物。哦，啊即话因讲吼，这支鸡腿你当用煎的就好啦，啊无安尼啦吼，我卖你钱遐尔啊，我卖来你发五百好啦，这箱鸡腿互恁吃啦。全部拢无贵嘞，拢爱做生工，全部做一过来，只剩我上外头来吃，三百来了。来三百了，来了。绝对有无三百？这鸡真正好食，拢无贵嘞，一支搁请呢，一支搁哩，先加钱，我搁加一支，我五百，我四百，拢做唔免三百了。来三百一个啊！后面有无三百？谢谢，我来讲，一支我三米就请你吃，吼，谢谢啊，一支搁送你三百了。来两个，来一个，你莫再加一个，一个阮美女的，给阿伯陪，谢谢你。来一支搁哩，一支搁哩三百。过两面食鸡腿的无？鸡腿三百。
啊，这我甲你骂，你钱哦，我把这支鸡腿今天做起来，我都甲你分啦。啊，我上个月就泰式你骂鸡腿，啊，这我无找你买一支落来啦，我怎么找一支大支的啦？你买一支好吃啦。海鲜排骨爪，这支够哩，我来骂，我一个人分三百好不好？三百，这支够哩，这大支的鸡腿无不大，哦，真正好吃啦。拢有啊吗？你看人要买两支，一个四支的，你买两百，等个情况买啊，我两百块，有人要七千啊，我两百。那第二节，谢谢。有人要两百的无？哎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真的啦，这支鸡腿真正好吃啦，别甲你骗啦。这支无输柠檬的啦，两百块买来无？我都不走，只好不走的。两百块要吃鸡腿无？回来就两千块。来，你莫回来就两千块，两百块买来。拢有啊吗？有啊。啊，这我来处理黄包啦，好，我黄包我还袂记的。来，莫个，来，都有人要吃来无？有啊哈，我哩两包扛起个。一千啊，千二，千七啦。阿姐啊，两块米粿送你啦，听。感谢你是二块，两块我给你找两桌，我够歹势，你两桌拢完底无，你叫我拢扛袂起。我甲送两块米粿来补上者。顶礼拜拜二去石头埔去着，昨讲我要甲留，搁袂起留，人家搁抢，我今仔搁走一桌。阿姐啊，歹势啊，真正歹势，你走。米粿可以啊，送你不要抢诶。来边啊！是啊，我来讲啊，你走走。你唔好计收，我真正无啊，只要一边。我阿公，你卖完了，今仔你买无着，你慢慢来补。啊，后日慢慢来补，只要一边五，本来用三。五下哦，五百了。来，起来，本来用两千了，一边五下啊，五下啊，只要计收，来，今仔你要计收。三下，五下，六下，三下，好。我阿来八下。哦，你自修就好啊。包。三包。我阿未收诶。我来了啊。那我阿未收吗？好，好我了，给我就好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搁有人要来无？五百。三个。你两分直接卖无啊？我知影。买去。拢有啊哈！你搁收五百，你吧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六分啦。你几分？三个啊。我阿未来刷。你拢没收吗？拢没收。你搞咩箱子？这都重诶哦。来先包三份，我来去。三份多给他。很重啊，很重。来，陈姐。在。来，陈姐，马俊，我来带你。现在还有，现在还好。这大概找到给我，找到点鸡毛一路，先当我后来这个。哎呀，哎，谢谢。好，你帮我，你去后边揢一个迄个蟹味，看有啥物喜欢，像个蟹味放迄种来我。蟹味盘的啦，这个喜欢我来处理掉，无你先歹做啦，过去。你几分？你六分啊？你四分啊？你先过分啊！我先讲过一次。好。大家多谢。做重的啊！哦。用五分咧，我用五分咧，做歹对。好，谢谢。好啊，最后两包，五分来讲拍摄结束。五百够要进来无？五百，来啊！谢谢。我转了。来，哥哥。来，哥，你们要啥物？来，来，来，讲上面。还有人要吃什么？啊，两尾可以啊。海鲜排啊，大姐姐。两尾可以啊，海鲜排我请。哎，我这个嘛。好，来。咱俩给边那个记着了。来，来，两尾要讲话来讲，一个三个鸡翅，来，你给雪已经挂了啊，大队雪边啊一个鸡鸡，两尾上面请。这那个法国龙虾。炊、炸的拢凊彩，干来甜干来甜，莫看伊细只。重点是青，重点是 Q， 重点是甜。炸的价钱，新价钱五千新币，三千块啦。来三千啊！三千块上面只龙虾，三千块。哎，三千。我再来讲哦，来台下个贵两个哦，三千块上面要求就像哪大只呢？三千上面只三千。有人要吃迄个龙虾无？哎，比古牛啊这些，三千有人要吃龙虾吗？来三千哦！哎，三千啊！有人要吃龙虾无？三千。龙虾有人要吃吗？三千。三千。我来讲哦，金龙虾四个，五个人去了无？三千有人要来无？三千。再七只过你，来麻烦一个人给给钱，三千我你还。三千啊。有人要吃两个无？三千。七只过来，七只过你，七只过你。全部四个人给，你若给三千，我话人给这手拢卖啊，我全部拼，三千多。三千块，有当时我话约就是要恁笑出来啊，安尼就算 OK 了啦。三千块买完四个，三千可以吗？三千咯。三千好不好？这两个啊，
金龙三四五六七八，我来算一下，四八三十二，一只量的就是三百几个人家，拜托的，卖阁想啊啦，真心的啦，好不好？你甲我买三千啊啦，我做会到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全部三个，拢唔免阁考虑啊啦，真钱啦，甜啊 ，Q 啦，三个价钱啊，吼，唔免看，三千元。来三千一个啊！拢我报这个，来三千。来三千啊！来最后两个客人三千，你相信我啦，真正甜的啦，还赚到无人一只量的三百个啦，不要甲伊带 Q 带甜，无这个代志啦。再两个人给三千五啊！三千五，龙虾还有要吃吗？三千块，有啊，吃不了你买一半好不好？千五了，千五啊！千五啊！有什么时间当点子无？有什么时间当点子？我一即刻去后边，你做快做了。来，国语的，个人要千五的无？吃好的，真心的。咱今天两个绝对给你娱乐的，千五个人要啊，无一千五。一千五，要千五，等我吃无要紧，嘿，一年一届尔，对家己也好一点嘛。千五个要来无？千五个人要来无？一个包包起来。千五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我来讲，你无搞买，人家我要卖三只，你上少要搞买三只，好不好？你无买，你搞试一下三只，迄个厨师会讲吃吃，搞八咯。来九百啊！真正就上个你啊，九百块。九百。搞八。九百块。搞八。搞笑，安尼个无。好啦，先来咯。谢谢。上面吃海鲜排。对啊。V 哥，我先讲上吊的 V 哥。上吊的，你先钱的话拢无啊？你先四包啊，对。啊、你可行 ？OK， 好，来一个，好，四包，好，第二你免收，你收好啊，今日你可全部结束啊。来，我先大家关心，最后一个人给四包上面吃麻油鸡米糕没有了，两个人给无买无啊，两包了啦，两包来啊，最后剩两包，好，不要紧，啊，不要紧，那无，无，已经没了，等我来个给十万片，来，尽力力。来三包，来经理弟，来来，啊，还有毛豆，毛豆没了，啊，我一场我来呗，什么？鲑鱼，鸡哦，这边鸡哦，这边我算老鸡了，来算老鸡了，我算老鸡了，贡丸，贡丸，这一集我听完，赶紧莫去。